2021年10月10号，昨天9号开始清水辟谷，今天状态不错，准备尝试全辟谷。生活日常一切照旧，没有任何影响。早晨还帮家人准备了早餐，做了一些简单的家务。现在是下午的1:05，到户外走一走，运动一下，采采光，服服气。今天的状态很好。辟谷期间如果出现乏力的情况，可以到户外适当的走一走，稍微运动一下，让你的体内阳气上升。如果不方便的情况下，也是可以在家里做一点运动，拍打经络也是可以的，微微出汗就可以了，这样可以帮你缓解一些身体乏力的情况。和我